剪刀石头布。爷爷，布。爷爷，布。爷爷，我们是第一个，也是彩虹石头布。因为它吃了这么多的小鱼，然后每一条小鱼里面，然后那是一颗，那是一个这一只大鱼里面，哇，大鱼吃哦，我们出来吧，吃了，没有，是会先被我们先被分解啊，所以就是下鱼，不是吗？是在肚子里，然后分解，然后就是你开发一个，吃了，停。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把三鱼认成一，我们要去做空气。然后呢，他们可以做跳跳跳，那样子。很有我知道，打彩的鱼，一斤三块钱。然后的时候可以做把大鱼打死，然后把大鱼打死。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啊，下面底层的小鱼其实量是比较多的，那当然是不要吃那么多。那我要问的是，那我们说尽量吃小鱼，那可以吃布拉鱼？一样不行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能吃布拉？它还没长大就被吃掉。对，那布拉鱼是一种鱼，它是一堆。对啊，是很多种鱼种，然后所以我们叫它是布拉鱼。那如果你在它很小很小还来不及长大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把这些全部都吃光了，那根本没有吃的，超好吃。它是很多种鱼，对，它是很多种鱼种，它不但鱼是脱离大鱼的，它是很多很多很多种鱼。它是小鱼的通称，它不是一种鱼种。对。那我们每次妈妈跟大鱼。大鱼的，我们从大鱼的嘴巴里面解放了。对，空气也是。所以，我们。